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今仔讲两人讲这个故事。开伫秘密了服务个地方，桑尼已经寻到了。桑尼寻到了正界依旧纷纷，伊伫山林个，伊带寻到了山姆替代。为家己要伊能敬拜伊，但无伊服侍伊，咱伫有只个替代，叮咚起了骄傲，点工送礼聘礼，伊就明着魔鬼，名叫撒旦。伊罗列热尼替代范围送礼，老子部分个替代也明着想伊只伊，送礼就被魔鬼讲敌人。该替代干碎了替代，因为上帝的完美个，这对反对个替代连接了今天地界，许许多多个魔鬼敌人。那么替代的如何来个呢？伊的上帝上道个，上帝用垃圾之间上道了替代，对昔日依旧休止了上帝。上到了体力分发，多酸河流，体质的微妙，理智的汤发，海来的湖，修摩火烧，这热血流滴伊到上到的。上帝摸伊家己到到的，热血流滴每好。上帝到人的地后，伫按照大己的形象，到了热个男人，跟热个女人。伊人就会呼吸，上帝想到奈人人类，只要奈人敬拜伊、赞美伊、荣耀伊，并且管理这个罗地。上帝为这类呼吸预备了一个最美的地方，叫伊甸园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果树。回来有一堂礼拜的修，上帝吩咐男人的我靠这堂修这个过子，因为路人接了伊美丽地，阿弟后人跟上帝的关系非常好。有一日魔鬼面接多个业界欺骗伊人，多对女人的上帝佛地的回动里面修这个过子，路人留可以接吗？如果路人接，佛接了地，因为上帝带到路人接个地后，马上就明亮了，更易接也聪明。男人跟女人贴了，贴了过去来接，伊人便翻了堆。到时上帝定盘伊人，从阿日起人类便要经历地狱。第五了跟上帝良好的关系，那在这个基督的隔离酒店新国路挪在高度之间，只要人类行用各种方法都寻到上帝，有人努力多好事，有人搞越来乎几百，有人行归行啊去决定，以为这也都可以靠近上帝，但是这也是办法不能让那人听到上帝，可是上帝爱直接到有个人。上帝世派一个落地爱家，耶稣基督降到直接会要为人类送对个帝王中拯救出来，唯有耶稣的顶替完美无对个，依旧的道理真理得命。耶稣为敌人到了大队个教义，甘愿被人地路带渡个家。伊个无悔对战了奈人个队，拯救奈人脱离队个帝王。伊第二个对大事上帝个多年结义服务了。如果奈人顶顶杜耶稣认对对过依靠耶稣，有一日离开地界，奈人
要搞剃刀跟生理中转路就去。如果我顶耶稣有一日离开地界之后，要赴魔鬼的地方就地避祖。耶稣好听，耶稣灵智生理跟人的记忆，又随耶稣通行生理的道路。今日如果乃能登顶耶稣，乃能就有这份到天路跟上帝永远有一去。